这是我妹妹的房间，也不用太在意。我妹妹这个人呢，是个比较大度的人，应该不太会吃醋。Goodness! My house, my bed! 你们兄妹俩在这干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不是兄妹俩。What? 杀手组织为什么要灭口林家满门？我也还在调查，现在还在追踪你的人也是他们的人。他们还说，当年指使他们杀害林家的雇主就是你。我想问问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呀？至于你一回来就对我这个家暴啊！从那儿给我出来！你敢管我不听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别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，我错了，夫人！给老爷夫人带来杀身之祸的是那块玉佩，就为了一块玉佩就灭了林家满门？这玉佩到底有什么价值啊？